Hello， 大家好，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 Android 手机与讯风 K 歌棒 F8 的连接方式与 KTV 软体下载。首先，我们先将 K 歌棒的电源打开。好，接下来我们将手机进入设定的画面。我们点选蓝牙，把它打开。在下面我们会看到它搜寻到了我们讯风 K 歌棒的装置名称 F8， 我们把它点选一下连接配对。听到这个音效表示已经连接成功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下载 KTV 软体的方式。点选我们的 Google 预览器，然后在搜寻的地方我们搜寻天籁 K 歌。这边可以看到这是它的官网，我们点选进去他们的网站，然后我们选择 Android 版本的下载。 OK， 它现在开始在下载了。那我们先回到设定这边，我们在下载的期间我们要先去将我们的设定安全性里面有一个不明来源，我们将不明来源把它打开，来允许这个安装来源不明的应用程式。接着刚刚下载的天籁 K 歌已经下载完成了，所以呢我们进到我们把刚刚那个天籁 K 歌的档案把它打开来安装这边。好，我们点选安装。 OK， 它已经安装好了以后我们就点选开启。这边呢就是这个天籁 K 歌的软体界面，在这边呢我们可以选择搜寻你想要的歌星或是歌名，也可以直接点选分类唱歌。那在这里面呢你就可以开始进行欢唱咯。谢谢大家。